上午9时，闭幕会开始。 习近平、李克强、栗战书、汪洋、王沪宁、赵乐际、韩正、王岐山、丁薛祥、王晨、刘鹤、许其亮、孙春兰、李希、李强、李鸿忠、杨洁篪、杨晓柱、张幼霞、陈曦、陈全国、陈敏尔、胡春华。 郭声琨、黄坤明、蔡奇、胡锦涛、李瑞环、温家宝、贾庆林、张德江、余正生、宋平、李兰清、曾庆红、吴官正、李长春、贺国强、刘云山、张高丽、尤权、张庆黎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。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，习近平同志主持大会。同志们，现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。今天大会应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。 2378人，因事因病请假40人。十大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2338人。今天会议共有4项议程：一、选举20届中央委员会。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。二，通过大会关于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。三，通过大会关于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。四。 通过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。今天的大会，十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超过了应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半数，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。 可以进行选举。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：选举20届中央委员会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。会议首先通过了2名总监票人和36名监票人名单。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，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。
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投票选举出由205名委员、17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20届中央委员会，选举出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名。11:09，习近平宣布，第20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经党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。